木板的，就木头的。对对。木头，所以它这边转的话，然后再回，然后再拆。哎，讲到刚刚就是我，我是惊到，是太小了。讲到刚刚就是我伫遮咧。演戏的时候有常常演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这些可是这个真的，这是。然后这个时候一起踩，就把它固定在中间，高住，高住我们这个沉水钢扣这个位置，这样横向进去。嗯，所以这个应该要需要用力。哦，对，这要用力，这样就是第一层。哦。这样，再穿过去。这不容易，这个要操作一下啊！我对我实际操作一下啊！我现在要，现在是踩右，现在说实在，我们右边的时候踩右脚放左脚，踩右脚放左脚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穿过去，啊，应该手指是要稍微往后面准备的，这样子，开始啊，对这个力道够，然后一起踩，一起，两脚一起踩，然后头这样仰下。要听到声音才算。对对对，那个有木头敲击，对，它可能做很快，会也可能声音会一直出来。你们听到声音也是一个评，也是一个判断标准。对。对。就这样。哦。这个做这个上瘾了。天命。这个其实如果做的话，其实它的感觉就蛮平静的感觉。对。嗯、而且这个叫在禅修。嗯哼。其实是这样。好，后面是右手，点一次，好，再接受翻页，只能再接受走，其他的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只剩下这样走，其他的都好好玩哦。对，我每天都来这里做，我六天每天都可以来这里做，每天可以做完很顺。我就六天完以后，我就会跳围巾。对对，哇，好赞哦！尤其这边很欢迎，很欢迎。对对对，这个这样很适合音乐，也是说好一点点，这样很厉害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个是。所以他在这边，我们右脚踩，现在是右手拿就是右脚踩，左手就是左脚踩。右脚拿就右脚踩。对，像这样子。哇，对，很轻松。那我们拉面的时候要常注意到说，看它会不会有点出现。如果是用的手指可以找到，稍微稍微小小的推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一起。我真的可以玩一个下午。慢慢玩。我真的可以玩一个下午。可是你就。这样子演戏的时候就知道了，知道要怎么就更能够对对，知道怎么操作，对，而且知识，因为有老师教过，知识就不会错。老师要从早到晚的，老师要分六天呢、啊。这样可以，一天就可以完成。这样可以，太好了。可以可以。我自己可以吃一条围巾。对呀、啊。其实一开始还不够熟悉，但是后面越来越熟悉，完你的速度会。我觉得那个。就是在力道在敲的时候，其实会让你专注，而且真的就会，不管是手拉的力道，还是抓，还是抓手指力道，其实都是要一模一样去调整的，还可以调整。我是边做的敲，真的，不错哦，耶，谢谢老师。只要边是这样子，看起来是直的话，就是完整的。哇，很有天分，真的，谢谢。这边我来帮你调整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再另外脚，有个脚踩起来就拿不开。我找到我的第二专业了，对，好厉害！我的副业，这个是找到第二个副业。Okay, 一起进去，然后帮你画一条线，这样就会定住。哇，不好受。是的，你看。站住，站住！哇，这样这颜色好美，这颜色哇，好美。他就完全看不到。真的吗？它不会掉吗？其实它不会掉吗？好。这个是小缩线。我们说到你老师，你跳第二条线还是比较粗的，所以说你现在力道再拉更多一点，拉更多，对对。这样就会要进去。嗯，没错没错，因为线比较粗，它相当
比刚刚那个来比起来的话，也更加坚韧。哦。因为我们蚕丝虽然是都是日本进口，但是也有分那种熟度啊跟僵化程度的差别。熟度的话决定它的线的那个粗的软硬度，然后僵度的话则是足以决定线的粗细。所以才会有这种同样都是蚕丝，但是摸起来手感就完全不一样。蚕丝，我把它拿去录影用，这样子好用。对啊，这个拿去录影用，一直在签名，一直在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